霞的时候下的。没事。一直。华霞错啊。啥时候各各坐电梯一样了？啊，啥？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遵守公共和交通秩序，尊重他人权利，以礼待人，不争先抢行，不在公共场合吸烟，不大声喧哗。这是拿着手套又不好不好照相。打开双手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。我要拍照，我先下来拿，我就不拿。你这样随地丢垃圾，我叫刘退帮你拿。我没有随地丢垃圾，我都没说完。没有问，都没，你都不知道你要谁在这儿。你就说那些峰其实比这些峰更高，他为什么把那个峰叫北峰，但是他没有路应该啊，应该是没有路的，上不去啊，修不了路。一次上一台，你看，你给妈妈手套给拿去了。你好好上儿子。哎，这个瓶子，瓶子不要，咱们瓶子不拿一点。看男子汉多厉害，快扔扔扔！就你就放着，有人收拾。走，给别人让路。哇，你都穿。路线。你们爬上就要下来了呀？我们从哪里爬下来的？哪里爬能爬得上去？你这样啊？你干嘛？你要走走不要这样了。哎呀，太热了。天气还是蛮给力的。江美女，不要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那边。不要坐那儿，你打
单行，然后就单行回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单行还是？肯定是啊，那他哪还有回来的？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过去，然后所有的人再回来。不是两人，别往下冲走啊！来这个地方，照这两瓶子一个。哦，这山顶还有水。Thank you.
他们防走。拍下面，拍下面，拍下面，草在下面。运动相机抱得比较好。买个防抖的手机就行了。我还没等你，我手机快好，手机快好啊！一定要手机快。哎，我没带那个手机链条，我了，要绑手腕上。我点他拿。拍不到的，手机能拍到，我也不会做。来帮我拍一张啊！我在弄的视频啊。哇，好深啊！手心啊，手机上看到了个鼻涕，已经爬起来了。我操，我已经爬起来了，看不到。哇！我们拉练只是走过这种路。OK， 飞亚达比这更有意思，而且飞亚达你要那个奖杯的话，你要把 A 型和 B 型都拿了。我这。我左撇子好舒服呀！一万多，没穿短裤，他就岩石摸我腿，靠！没事，蹭点皮而已嘛。摩托车，这他妈太高了吧？再看一个呀！我给你。舒服，舒服。靠一会儿呗，就累了。这种江山，哦，雪山，那是雪山吧？哎，哪有雪山？雪山呢？这个天气还有雪呢？那么美，咋没有雪山呀？还是84000米以上常年。单手指点法力无敌，就按照以前那个路线的话，得淘汰70%-80%。那我现在不去，不敢爬，谁敢爬？90%我感觉不敢爬，没有保险杠。他没这玩意儿给钱，我都不敢。你看那前面大哥在拍照，你就蹭他镜头，看到了吗？蹭他镜头。Good。OK， 只要见到的所有人都吓一跳。哎，好。回来了。这个叫没事，这个刚子可以。你拿着这个过来，过来，快点。你坐下来，然后山洞里头。精彩啊！哇，这个缆车是个奇观，这照这个侧面，这边，耶、yeah. ，这边就有意思。
去了，你看马上要掉下去了。嗯，哇，好精彩哦，这个缆车都值得来回坐几趟，我跟你说。所以这个西风的缆车好长的队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像飞翔一样，你妈还要到顶上，对，不停。这就是个中转站。我把你的摊了，不要不要取消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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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都看不到那边，我光在看一边。你看那边更精彩。感谢您的理解配合，祝您旅途愉快。